如果声音有记忆的话，那这会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。我喜欢你，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拉开天窗，沐浴阳光，仿佛你在身旁，在屋顶读着诗，胡思乱想，好想把所有委屈对你讲，这样不会受伤。现实在说谎，我依然守护。声韵变四声，阴阳赏去要分明，部位方法须找准。开齐合搓数口型，双唇搬报。早上好，搬你。必摆拨，底舌当地斗底丁，舌根高拱弓根过。舌面肌节较尖精，嘴搓须学循徐句，七齿一幽摇夜莺。坡上立着一只鹅，坡下就是一条河。嘿，这年轻人去风铃做一前台乐成这样，玩您的去吧。这怎么可以这样和露西讲话呢？只要露西能进风铃啊，从零开始一定可以的呀。好烦哦，操啥子操嘛，叫做快乐的自己想埋大弹琴。上班吗？难道我记错时间了？好可爱。林总，早。早。今天不是周二吗？怎么还没有人来上班啊？大家是10点半上班，但是你要9点的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公司前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喂猫，早上9点一次，下午6点一次。这只叫做菲菲，那只叫做糯米，还有一只很顽皮的叫海森。好可爱。哎，林总，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你为什么要招我呀？我招一个公司前台还需要理由吗？好可爱啊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这么乖，以后一起上班啦。我们公司属于初创公司，规模不大，有制作部、管理部、职能部、运营部四个部门。你们属于制作部，这边是美术组，负责人设、场设、概设还有色指定。这边就是我们制片组，负责我们风铃所有的制作项目。哎，你昨天不是被说走了吗？今天怎么还能来啊？说来话长。前面是排练室，这边就是录音棚，是未来你们工作的地方。这里曾经配出了非常多的人气动漫作品，
公司的重点项目六爻还有十一禅的配音工作就会在这里启动。请问能进去看一下吗？好，钱太不需要进棚，去忙你的吧。好，明白了。小杰，你快递来了，来个文件。哦，谢谢啊。晨儿，你的快递。谢谢。你好，先喝咖啡啊。我觉得昨天山新老师真的太厉害了。哦，我觉得黄老师也特别厉害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去配音啊？给你贴这里了。哎，喂 ，Hello， 走。你待会儿别来就好。昨天在忙什么？串吧。进。林总，这里有一份合同需要您签下字。帮我再点一份外卖，双倍加浓的冰美式不要糖，另外再来一份法式焦糖酥，谢谢。好。麦的。林总，再见。小天，你有空的话帮我对比一下这两个签名，谢了。嘿，你好。你好，飞大 ，VP 老师让我来接你。飞大，还行，以后可别长残了。那个韩约和那个带区的我都见过了，师傅你且领走吧。还有啊，那个，不好意思啊。飞达，这一场呢讲的是陈潜和严真明的第一次见面。严真明呢，他出身高贵，养尊处优。我真的陪你呢，马上过去。啊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啊，明白，再来一遍吧。好，开始吧。嗯，还行，以后可别长残了。韩渊和那个带区的，我就见过。在干嘛呢？师傅，你路。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嗯，还行，以后可别长残了。那个韩渊和那个带区的我都见过了。师傅你且领走吧。飞达啊，声音可以再松弛一些吗？就是那种高傲的感觉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咱们能不能快点，我真的赶时间。 Vicky 停一下。今天你收工了？这么早？林总是要请吃宵夜吗？闭门羹要不要吃？什么意思啊？以后风铃的任何项目都不会再跟你合作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哪里得罪你了吗？那你来跟我讲讲，你配的这个角色你是怎么理解的？刚刚 Vicky 说了呀，养尊处优，出身高贵，高高在上呀。那你还真是本色出演了什么叫做高高在上啊。严征明这个角色表面上看起来不靠谱不着调，但其实责任感比谁都要强。师父过世留下了一堆师弟跟师妹，他被迫从大师兄变成了掌门师兄，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扶摇派，他用命也要护住扶摇派摇摇欲坠的尊严。飞大，我问问你，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你有做过功课吗？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来及好好研究。这样咱们再来一遍好吧。你别这么较真儿嘛。较真儿？你问问你自己，录音的时候玩手机，你能配好这个角色吗？
林楠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啊？想找我配音的公司数不胜数，我回微信那是基本的礼貌，我又不是卖给你们风铃了。但至少你现在的时间是卖给我的，就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来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对不起，请你离开，别带坏了我们公司的风气。林楠，你可真行，仗着你们是制作公司，就对我们配音员呼来喝去的是吧？你给我等着。你一天不得罪个人你就难受是吧？刚才张总给我打电话一顿吼。你怎么不说是他们得罪我呢？你得罪飞大就是得罪张总，我得少块肉啊。我心里有数，放心吧啊。听说你刚跟飞大争论颜真明这个角色了。是啊。那你能不能跟他一样，该负责任的时候负责任？喂，小天，笔记出来了，相思率90%，不愧是我计算机天才弟弟吧？先来，饮食笑，笔记笑，对配音的理解也笑，难道真是你，麦的？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麦大。啊？麦大？什么麦大？林总，原来你就是麦大。我是什么麦大？我不是麦大。你的字迹和麦大的字迹相似率高达90%。这么巧？你也喜欢说麦加浓冰美式不加糖配法式焦糖酥。
也是凑巧。别的你都可以否认，但那耳机是麦大的专属定制，我绝对不可能记错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忘了，我的声音像麦大，像吗？果然配音演员都是怪物。麦大你太厉害了，我这么熟悉你都没有听出来你在伪装声音。麦大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不是麦大。你是麦大？我不是麦大。你是？你是前台吗？我是。把东西都给我关了。好的，林总。哎，这么多怎么关？林总，林总，林总，别跟着我。林总，麦大。嘘，小点声啊。麦大，别喊了。明白吗？明白。麦大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你是麦大？你肯定就是麦大。我不是麦大。你是麦大。我不是麦大。我敢肯定你就是麦大。你被开除了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陈二姐。麦大，你开除我。麦大，我很热爱这份工作的，你能不能不要开除我？麦大，对不起，我不想打扰你的，但我实在太激动。哎，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突然之间就隐退了？还有传闻说你出事了，我一直坚信你好好的，你看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。你干什么？请不要拍照。我不是要拍照，我是想加你个微信。加微信？我保证，就算加了你的微信，我也不会无故骚扰你，也不会用你麦大的身份去威胁你，否则。否则什么？浑身长满青春痘。你是说加了我的微信，我就可以走了？嗯。我想你。晚安。又怎么？没通过。希望你能记得你的承诺。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？你刚刚说开除我的事，我听语气像是在开玩笑，你觉得呢？我想回家。我想上班。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林总。Yes。梁姨，回来了。啊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呢？啊？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不是，比谈恋爱高兴一万倍。走了。事情忘了，麦大，我想拜你为师。我保证，就算加了你的微信，我也不会无故骚扰你，也不会用你麦大的身份去威胁你，否则。否则什么？浑身长满青春痘。浑身长满青春。
谁的一刻贴近时刻，我的心跳动起来，指尖触碰你的轮廓，从没想过这个结果，我不期而遇的相遇，原来命运很早就注定了你，无限循环这段回忆，每个故事都关于你，你像梦境降临的爱，算来算风阴了，无法阻挡的。你的粉丝掉了很多，怎么办？麦大就不是流量明星，不需要考虑粉丝经济。什么叫不需要考虑粉丝经济？林丹，你告诉我，如果没有粉丝，麦无天下这四个字还有什么价值？价值？麦大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他的作品上。我警告你，不要随便消费麦大这两个字。新橄榄电影节已经举办了15届，但这一届与往届都不一样，我们第一次设立了最佳配音演员奖。下面让我们有请该奖得主麦无天下，掌声有请。喂，明天有空来一趟公司，六爻的严正明这个角色还空着，就这样。一去不回的玲珑塔，一言不合的情节门，今日众弟子听令，老弱幼小一个不留。不要再叫我麦大爷，不要再跟着我。那我就告诉全世界，你就是麦大。那我就要开除你。开除我？不可能！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他受我为徒。干什么？你身上有好多猫毛。别人的东西不要乱动，它能在哪儿，自然有它的道理。能有什么道理？它好奇怪。走。没想到上班没几天，第一个目标就完成了，还有下一个目标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进配音班？不行，我还是得拜麦大为师。小天啊，姐姐知道你聪明，你帮我想想怎么让老板收我为徒。那我得找找，我去网上搜一下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啊。还是弟弟靠谱。从前台到老板娘的进阶之路，我
我是要当徒弟，才不是老板娘，太不靠谱。喂，梅姐，哦，打印三份合同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我怎么打上这个了？证明我打不过你，我是来找你拜师的。想拜我为师，让我看看你功力如何。想拜我为师，你还不够资格，先自行练习挥剑三千下吧。跳动起来，指尖触碰你的轮廓，从没想过这个结果、哦、不期而遇的相遇，原来命运很早就注定了你，无限循环这段回忆，每个故事都关于你，你像梦境降临的爱，走来四方阴冷，无法阻挡的你的眼神，指引着我悄然无声去喊炙热，走来四方阴冷，那就决定了，请原谅我太过执着，只是爱你爱得太深刻。声指引着我悄然无声去恨